政之后1997年成立，同香港特区政府其实同样咧就跨越咗四分一个世纪。各位廉政之友多年来付出宝贵嘅时间同埋精神，成就今日嘅成绩。喺呢度咧，我希望大家以热烈嘅掌声去赞扬廉政之友嘅出色嘅表现。咁而廉政之友咧，亦都有现时有120多位创会会员，义工嘅服务嘅总时数咧，其实超过咗74000小时，最长嘅一位贡献咗就超过850小时。咁回顾过25年，就廉政之友交出其实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表嘅。今年仲特别为青年嘅会员咧，推出咗一个友伴同行嘅计划。其实我哋呢、友伴同行嘅计划咧，的而且确咧，即系。在幾方面咧，係做到一好正面嘅作用嘅。學到唔少嘅一啲反貪知識啦，咁亦都對我咧日後嘅工作啊，或者係人生處理一啲事情上啊，都有個得著嘅。我覺得咧，即係自己咧係更加可以與時並進，我自己都好似年青咗嘅。連我啲同事咧，我都會即係將成個防貪嘅信息傳達俾佢哋。深深引證咗我好相信嗰個亦師亦友。嗰種嘅關係，希望咧將來咧就係呢啲 mentees 咧係不斷都係去傳承啊！我知道咧廉政之友仲有好多嘅叻人嘅 ，Hanna 咧特別為廉政之友25周年創作咗一首主題曲《有誠同行》，咁而另一位嘅廉政之友 Kimi 咧就會為我哋現場獻唱。希望各位同我哋一齊咧發揮一個重要嘅角色，同廉署一齊砥礪奮進，再創高峰。Thank you.